击地比赛中，首先发球是世界明星联队的八号，这是李云瑞，发了一个障碍跳球，杨启南组织进攻，四号位的陈浩，奥赛好位，这是李云瑞打板，六号卡位，这是中队的四号陈金和账号乌丹，跳起来专栏网，夺回了发球。账号乌丹是中国女排的新秀，这是乌丹在发球。明内一盘不到位，他跟以后在后排进攻，这是五号卡波特在跳起来在后排进攻，结果球没过网，中国队先得一分，1-0。扬起来二次球，这是明星联队在进攻四号马丁斯，传出来以后，这是中队长反击，扬起来。2-0，3号切布基纳，5号路易斯，6号卡波特，7号马杰斯，8号李云瑞，和4号帕山诺瓦。现在是明内在发球，郎平多一传，4号的传球。这是中国内战组进攻，上海郎平进球。中国内加强拦网，到防守进球。林立凡就在五号路易斯成功。侯玉珠后排保护比较。投球的强度，这好像在做，但是错误的，我们看到了，林立凡四号位的强度。中国队在第一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，连续两次的轻跳球得了2分。现在是中国队发球，比分是2-10，中队领先。三号吴丹张瑞拍球，八号吕任背传，马杰斯破球以后，一号郎平单人拦网，发球拦死，中队得分13-10。一传不到位，八号吕任把球抢下以后，三号位的强攻，我李柱一个倒地把球救起来，再救。1万8千名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，给运动员这种顽强的作风。现在是明星联队七号马杰斯发球，中内一传比较好，到位以后三号位打位，结果是七号杨小军打这个三号位的短兵快球，这个球弹力比较高，跳的时间没有掌握好，结果配合失误，马杰斯发球失误。现在比分是13-11，中内发球，中内有二号梁燕替下了五号殷勤，这样现在场上中内六名队员都是主力阵容。三号杨小军发球，一传到位，林立组进攻。三号切布基纳这个球打得相当漂亮。苏联选手三号切布基纳这个队员最大的特点就是三号位打得相当火。第一个身高比较高，他是身高1.88米，另外在三号位他有他的优势。中队四号位的强攻，直接打在后场。现在是中队发球，一号郎平是中队队长，身高是1.84米，今年25岁。明内二号位的强攻，有四号卡查诺瓦在二号位的强攻夺回了发球权，现在比分是11-13。中队一传到位，赵辉洲轻跳。中国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还是采用打掉结合的方法。另外我们看到明星联队在组织防守的时候单兵作战比较多，往前争夺，这是明星联队把球调整起来以后，五号路易斯到位的成功，一号郎平在后排防守好了以后，赵辉洲
你来我往，争斗的相当激烈。结果是五号路易斯在四号位的长攻。有世界名经典队发球，比分是11-13。切布金纳发球，轻掉。有十号卡伊特踢下了三号切布金纳。二次球，朱内大反击，大反击，大反强攻，大反强攻，云南队单人拦网，后排保护，把球垫起来以后组织反击，这是五号路易斯把球追网。朱内最大进攻，结果明星联队两名队五号路易斯八号李日双拦网，结果打手出界，场上观众的情绪是相当的活跃，不断的鼓掌为双方进攻。结果最后一分是朱内的三号杨小军。第二局比赛首先由朱内发球，四号侯玉珠上手挑球，一号中间球被弹起来以后，四号被高压吊球，朱内打反击，一号郎平上手成功。民进联队把球垫起来组织反击，这是四号卡波特四号位的成功打手出界。我们看到民进联队换了一名队员，有一号中间九美担任二传手，调整好了以后，民进联队再组进攻，四号位的成功中点两次双人浪漫把球拦过来，再次强攻。现在是中国队发球，上好乌丹，杨小军一次三号位的打探头球，三号切不进的，一号卡布特四号位的成功发球的，这是七号马杰斯。中国队调整好了以后，直接把球打过网，民进队打反击，快抹一号郎平三号的成功，民进联队后排保护把球垫起来组织反击，这是六号打破的三号的成功，中国队后排有赵辉中直接把球垫起来，一号郎平再打，双方防守都很严密，六号打破的赵伟再次成功。我们看到中国队还是有二号梁燕在后排保护把球垫起来组织反击，赵辉中后场进攻轻掉，双方往前争夺，裁判员迎敌派明星联队的六号卡波特过网击球。我们看到在第二局的比赛，有一号中田久美中二传，场上三号位就打得比较火，第一个一号中田久美比赛经验比较丰富，三号切不进的发球，三号位送坏球，这是明星联队把球调整起来以后，五号路易斯就是四号位的强攻，五号路易斯在1985年世界杯的比赛中被评为最佳控球手和最佳运动员称号。中国队也针对路易斯在四号位的强攻点比较高，而且主要是扣球斜线，所以组织一些有效的防守。一般说当路易斯起跳的时候，往往有两个队员在往前进行拦网，另外一个队员呢稍微回撤一下，就是在斜线的位置上组织有两个人进行垫球。这是中国队四号侯玉冲发球，远距离的上手发球，这不行的把球垫起来，一号中间球被做完传以后，三号位后坏球，中国队打反击，二号位成功，五号路易斯把球挑起来，一号卡布勒破坏球好球。所以作为一名优秀运动员，不但要有进攻的时候有绝招，防守呢也有很好的技术，另外呢在关键的时刻能做二传很好的进攻。
中垒发球，林人呢一传到位，八号对传，三号徐福金呢出球以后，中垒发球连起来以后，林人呢是三号打快球，二号我立马接球起来，六号传不正对传，五号对传。把比赛推向了高潮，这个时候对双方运动员来说，不仅是比技术、比战术，更是比体力、比意志、比作风的时候。尽管这是一次表演赛，我们看到世界明星联队的队员和中国女排的队员，他们打得还是非常认真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。国际排联观众汇报，一号郑美珠把他传起来以后，一号郎平撞了，林一雷队把他垫起来，组织反击，这是六号卡布顿撞飞的强攻，打直线，郎平是也在后排保护，八号强行倒地的救球，结果这个球是扣子界外，现在是3-9，八号强行发球，谢明雷队把救起来以后。泰山诺马三号位的破坏球给我打球了，现在是世界明星联队夺回发球点，输比赛好球，六号杨继兰20球给我打球了，二号梁燕单人拦网发球拦死，中国队得分4-9，一传到位，世界明星联队主进球，六号卡布顿二号的成功，中国队调整起来以后，接到正门，后场直接把球打过网，明星联队把球挑起来以后，往上中网，结果一号郎平二号郎燕把球推过网，得分5-9。
球抢起来，接到球点球破球，林玉莲莲后面跑过，把球垫起来，五十百球帕瑞斯再次强攻，郎平把球垫起来，如此激烈的争夺又进行了将近两个半小时的比赛，双方运动员体力消耗很大，所以我们说对双方运动员是一个严重的。二号管家扩球，重点双篮网把拦过去以后，五号瑞斯再次强攻，重点双篮网，二号管家将金打直接的救球，把球打过网，二号管家将做背传，五号瑞斯亲打没有过网，结果四次击球。二号梁烨远距离的攻守开轴，明星连队把球垫起来组织以后，一号中间球位把球传到二号位，由五号路易斯在二号位的成功，五号路易斯在起跳的一刹那，脚上就是像长了弹簧一样的砰的一声就起来了。这号卡波特进攻，中队关篮网，要得一分是多么不容易。一号中间球美勾飘球，杨烨把球垫起来，三号位的禁区快球都打成了。这是第五局的比赛，前四局双方打成二比二平。世界明星联队同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但是运动员们精湛的球艺、良好的作风和顽强的意志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号郑美洲一传以后，向郎平造起了强攻，五号路易斯单背地球球出界，换发球，10-13，中国队还落后三分。准备发球的是十号杨小军，远距离的上手开球，五号路易斯把球垫起来以后，一传不到位，调整打成功，四号空球把球救起来，一号郎平直接把球打中，这个球是相当漂亮的。四号卡波特再次成功，中美双篮网，结果球出界。在场上比赛的这些个队员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排选手，久经沙场，比赛经验丰富。一号郎平到位再次强攻，后排跑把球垫起来以后，谢明亮队再次进攻，一号郎平再次成功，二号广义将把球垫起来，结果三号郑希娜在把球救起来的时候，把球放进了界外，结果10-13，中垒一号郎平发球，上手开球，二号梁烨打探的球，世界明星联队防守很严密，中垒关篮网，双方网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。五号瑞斯后面的强攻中队关篮网，也非常高兴。四号洪玉忠发球，一传不到位，调整。六号卡波特强攻中队关篮网，场上观众的情绪已经达到了高潮。六号卡波特后面的强攻中队关篮网，结果是一号中间久美，他发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找人发球。赵辉洲决定加强防守的中国，四个人一看到位置进攻，最好把握到位成功，然后以后再继续把球进攻，在四米关键时刻，就是一号郎平四号位的强攻。
Thank you.